我是 Sam，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特别，请到了《中国好声音》的导演。The director of The Voice of China is coming. It's the biggest event in 据点。See all the audience here.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美国，但是还是有那么多华人热爱音乐。然后看一下会不会有什么人才可以发掘回去做节目。不管今天有哪一位选手，或者是喜欢唱歌的朋友可以进到，那都是代表我们湾区。然后，在整个华人圈子里面，我们都很祝福，然后跟自豪。我本人也很喜欢唱歌，只是一直都没有就是比赛的经验。你的手指是你穿的保护色。我觉得在很多人面前唱，就是要还蛮需要勇气。就有一点点紧张，就是蛮开心蛮好玩。其实今天还蛮放松的，因为这家 KTV 我之前有来驻唱过。今年的希望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实力，然后进步，加油好吗？希望可以看到你们回中国，看到这么多人热爱好声音，然后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有信心能够在美国找到真正的能够替中国发出好的声音的歌手。